有粉丝朋友说要找个惠州凌晨300万的小别墅，要旁边有深圳地铁口，要开车去福田50分钟，要有学校商场生活方便，而且还要带精装修 ，OK 也就今天这套了。在紧靠深圳的深汇交界上面，我们来看下别墅，推开院门就是这套别墅的前院花园。回家我们刚来深圳，一穷二白租着出租屋，现在有机会买到300平还在院子的大房子，一家人住。 也算是对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跟坚持最好的回馈了。这个院子还能拓展一下侧面，还是挺大的。我们看下室内，这是个横厅的设计，9米的开间餐客厅。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装修标准，除去家私都是交流标准，中央空调都有，甚至连厨房的洗碗机都给你装好了。一楼还有一个父母房，亮点就是这个房间还带一个院子，种花种菜，老人家一定喜欢。 下来负一楼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，5米5的层高还可以隔2层，做健身房、娱乐室、喝茶室都可以随意改。旁边还有一个私家车库，可以停2辆车，特别是开电车的朋友充电太方便了。上来2楼有3个套房，整套房有4个套房的设计真的好，家庭每个人都会满意。每个房间空间都不小，特别是主卧空间大，还带一个大阳台，主卧浴室还装了一个浴缸。 今天这套精装别墅真心推荐，主要是离深圳一路之隔，配套完善，而且还入住率高，你喜欢吗？关注我，许同学带你看遍惠州别墅。